他三个常用，他一个没拿，他直接拿掏个根下去，他应该是有所熟练度，有点1800。我先判定这老大军会不会玩，从他抢先第一波我就判定他是不是牛马，他如果是牛马，立马就不跟他了，真的，我判定他是不是牛马先。从来这边抢线，来这边抢线，他想去防野，我看到他想防野，那跟他这边抢吧，这边抢防野也行。红开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没看懂，我是真的没看懂。你绅士你再来呀，你怎么二级就来抓射手了呀？走吧，别太深，拿下，崩了。哎呀，补什么线？我来吃。那、啊、补线补什么？你吃不到，我来吃。我来吃。他没闪现，发进攻。这没死，差评，这没死，差评。给我吃点，我很穷，给我吃点。怎么可能会演员呢？花柳上，输策。没闪现，这波要闪现，立马闪现砸进去了，没闪现而已，放他一条命好吧。花里胡哨，我的评价是不如脸盆一个毛。卖了，没救了。还不开的，我他妈拿头开的。后面全是这种货色，买个行招吧，最好买行招。没得救了，已经等死了。赶紧过来吃兵。啊，一个没死，差评，一个没死。
不死吧，射手，那他都必死了，我要把他干嘛？让他去死吧。他不死，我怎么吃切吃他兵线？怎么？你说是不是？他不死，我怎么吃他兵线？小问题，小问题，这把稳了，这把稳了，啊，这种开绝不稳，只要不犯病，稳吧，不给机会好了，不要给机会，死保射手不给机会，爽啊爽啊，王廉颇的又爽啊，这伤害会经济的呀，这钱太多了，分给队友一点吧，不吃了，钱太多了，这钱太多了呀，怎么回事啊，怎么钱这么多，这把出救赎也没用啊，这把出救赎的话，这把出救赎也没啥用啊，救赎那加都点你没啥用的，你不要爆杀女魔吧，这不就稳了，跑哪？你跑哪去？跑哪去？告诉我跑哪去啊？伽罗是吧？玩伽罗是不是？岩茶伽罗，回家回家，没状态的，回个马不回了，这不是我伽罗哥吗？坏了坏了坏了，没机会了，坏了，给机会了，我靠，稳住稳住，加罗零干事啊，知道吗，加罗零干事啊，等会把加罗抬走了，打团你把加罗抬走，可以，这纯粹玩的可以，哦，狂点逆天狂点逆天狂点，发起进攻发起进攻，花流上，
差点买给我看，这波差点买给，稳住稳住稳住，不要给机会，稳住。哎呦，又来了又来又来了又来了 ，nice， 舒服，好，打得好，稳了稳了稳了，这把又稳了。OK， 稳了稳了。哦呦，稳了。开始撤退。然后小牛魔怎么干了？小牛魔，这牛魔又收网，看到没有？又稳了，奠定基础。对面射手已经零杠五了，辅助零杠四了。再送两个好吧，他星魂就没了。接着我再送两个星魂，保证打星魂。老板，如果是你，哎呀！这不是碰巧。这不是碰巧的吗？这么这系统让我赢安吧，那肯定不能换位置啊，万一我换位置了你被安排怎么办？哎呀，没钱，吃点钱不过分吧？太穷了，联盟太穷了，吃点钱发育一下。跟人射手混好吧。拿下呀，拿下！留个二线的后撤，辅助留二线的干嘛呀？辅助的话一套饭碗往后跑就行了。辅助的话一套饭碗跑就行了，很肉的，死不掉的。哎呀，又赢了呀！我靠，这都快万战了，这再赢一把就万战了呀的。这一直赢多难受呀！14.5高，超过评分。